婷姐9月15日庆祝满36岁生日。哎呦，人家说岁月是女人的一把刀，怎么不见婷姐在脸上留下岁月？15号刚好是中秋节，她在社群网站上秀出中秋限定版的生日蛋糕，别有一番风味。用烤肉、烤鱼做基底，生日蜡烛则是一根烤好的茭白笋。只见他双手合十，露出迷人的灿笑许愿。佩姐在深夜分享如此创意十足的生日蛋糕，可说是逗乐粉丝。陪伴他过生日的还有爱犬五虎，可惜就没看见男友景荣出现。不过大红星只满天星这图片，据说就是蔡依林为求感情顺利的红星星刺青。不知道佩姐生日愿望有没有早点成婚的选项？但只要看女神开心，粉丝们也就无憾啦。